缅甸少女的美容把戏。如果你问缅甸少女，为何她们每个家都有田中的小木头呢？蜜霞要问的是，田中有什么属性？答案可相同，因为他们都知道田中是一种建筑用材，不只是在缅甸少女一居，泰国少女、柬埔寨少女、越南少女，而很多国家的少女都认识田中，以注重扔寻在高效性的古董皮肤品类，在缅甸和邻近国家卖的。田中树是怎么样子呢？田中树是一种建筑用材，在缅甸人中认识了200年多。田中树是3到8米高，泰语叫 Grajae， 在亚洲的热带地区发现，特别在泰国和缅甸的汶蕉林、甘长兴林和龙脑香林发现，加一点水，然后把它在凹槽，加一点水，然后把它在凹槽的圆形上，圆它画圈，可以闻到新柔的香气，涂于皮肤，冷静树干。由于研究会发现田中有优质的滤纸外光的物质，田中含丰富高抗氧，还可以减缓皮肤细胞的退化，能抗衰老、抗皱纹、美白、抚稳皮肤，可使表层肌肤获得良好湿润。可以说，田中是缅甸少女100年多的美容把戏。田中样式的发展，已经开发了田中样式。为了符合现代人们的生活方式 ，JJJ 子物品田中乳液是用科学流程来萃取。成为了20颗净含量的乳液，可以在任何时间取用。把田中是成为子装品之前，已经有了做研究，是为了研究田中的属性。之后有其他成分铺砂，来现代的革新制造物品。是田中物品，跟在缅甸田中制造物品是不一样的。因此我们注重的是原料和 A 级品的成分，就成为了特优级物品。一在缅甸还没有发现这样的特优级物品。JJJ 田中乳液的属性，有 OPC 物质，能有效果的抗白油脂、抗衰老的皮肤、抗皱纹、减低沉闷的脸；有阿布丁物质，能抑制酪氨酸酶的新建、血斑、皱纹和黑点的起因；有马美辛物质，能有效果的抑制和滤镜太阳的紫外线、皮肤痘的起因。有苏伯林物质，减低油腐和防止炎痘病菌的起因。有波collagen物质，是第一次用可使表层肌肤获得良好湿润。现代革新的制造和包装规格，所以会安全，也接受了 FDA 的核准。
从民间智慧，直到特优级化妆品，支持东盟进入，由美白皮肤直到健康皮肤，由田中特优级化妆物品，由 JJJ 田中乳液。